在员工旅游的时候被问到翻掉哎、欸，好，那这一件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颜色，它是雪纺的，然后它的颜色是四个颜色组成的，超级美，它就是有点像莓果的感觉哦。而且呢，这件有个好处是它的长度够长，然后妞妞去沙滩玩的时候是直接穿比基尼在里面，然后绑起来，其实蛮多穿法的。第一个，它没有内衬，因为它的颜色够深。若隐若现的感觉有没有？而且非常非常的漂亮哦，我个人非常非常喜爱，非常非常大推，而且长度够长的一件雪纺上衣哦。好，先说哦 S 到 L 号甚至 XL 通通可以驾驭，因为呢它是做这种松紧的，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哦，松紧带哦，在海边啊或者穿比基尼比较不会乱跑。再来是它的袖子实在太美了，它是这种前短后长，而且这边还有开叉，在海边我就直接穿比基尼的裤子，然后我就把它绑起来，它就会变这样子。有很多穿法，我跟大家讲哦，妞妞的衣服都是一衣多变哦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就是买一件就是公公啊，穿就是洋装来哦，我们把它扎起来，它就变成一个样子了，这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做调整的哦。它的颜色就太美啦、啊，外面的衣服很少会卖这种颜色，真的超好看，非常大推大家买哦，我是认真的哦。好哦，来看看侧面哦，来看看背面，背面完全长度就够，连170公分都够哦，然后非常微透。记得大家里面一定要穿一件裤子，不论你要穿牛仔裤或是提花裤或是任何裤子。健康肤色适合穿吗？非常适合。这个颜色呢，健康肤色穿说不定比白的人穿还好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 Niki 的肤色算是比较棕的，但是穿起来非常的唯美性感。